正为始皇帝，马踏六国，天下归一。后世以技术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此乃皇宫禁地，不可擅入。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此贼武力高强，禁卫军何在？禁卫军在此，贼子还不下去就行。五点，大家一起上！何方鼠辈，竟敢打扰朕？没错，正是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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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就来吧。来者何人？我乃金轲，特借人头一用。哼，来受死！实属厉害，我等已身受重伤，手下速速逃命去吧。盯上这狗贼，共赴黄泉。你伤势不轻，需赶快医治。快骑上仙鹤去疗伤吧。始皇驾崩之后，紫微星暗淡无光，待杀破狼三星齐聚，天下易主，必将生灵涂炭。望少侠。少侠留步，妾身有事相求。园中有白马一匹，野性难驯，少侠可前往将之驯服。少侠是为山贼之事而来，我这儿有布袋一个，负责此事的衙役正在附近，你前去寻他便可。少侠可是要接取讨伐山贼的任务，刚好附近有一群山贼，让我看看少侠的实力。少侠实力高强，有资格接取任务。我愿奉上所有情报，相信不会让少侠失望的。那些人都聚集在前方山上，少侠若要前往，定要小心。
少，旁边还有一群山贼精英，一并清剿。这山贼头目去哪了？不太像，你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小子，胆敢上前一战！少侠，少侠，这是刚才那个大胖子留下来的宝箱，快打开看看吧。少侠是要下山吗？我让小飞送你一程吧，还能飞好高呢。此地是下乡县内，地处乌江河畔，实乃避暑圣地也。你这人如此脸生，此乃身份的象征，出行在外必须携带。启禀将军，驻地外发现大量秦军，立刻通知下去加强警戒，谨防秦军偷袭。